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给我看这种东西？低级、无趣、没创意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首张专辑啊，这是首张专辑，能不能用点心呢？能，马总。第一炮能不能打响，不光决定陆振安的个人发展，还有我们整个云亮的存亡。可可的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就再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要是再拿不出像样的方案，整个部门撤，解散。不好意思啊，抱歉一下，我听你们在聊宣推的事儿，是我的新专辑吗？是啊，到现在还拿不出个像样的方案。没事儿，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。你们要实在解决不了，就加我一个啊。嘿嘿，你说你要闹哪出啊？你马哥，您说的对，我自己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，不能给别人添麻烦。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不负众望，共创辉煌，共创辉煌，辉煌，快！出门。专业的人士都知道，每一个镜头都必须要有产品，所以每一个镜头都必须要有口红哦 ，right？ 白色的落板还不够白。要清新脱俗的玉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，OK？ 男主角的下颌线不够好看，有一个好用的软件 PS， 知道吗？用它修一下。好。音乐太 punk， 我们要 jazz， 懂吗 ？Elegant， 要优雅。时间有的是，你要觉得不好，咱就换啊。好，不错，各位辛苦了。有问题再改，不用改了，完美。这衣服太好看了，显年轻，新发型不错呀。你又瘦了呀，继续加油。你涂的是浆果梅子色，显白有气场。小心哦，不客气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吃了。这世界很酷。